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两支美少女战士的影片，我在整理素材的时候有想起来，我在2020年1月的时候有去过东京麻布十番的美战餐厅 Shiny Moon Tokyo。 因为今年美战电影版完结篇就要上映了，我想说去官网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活动，结果就发现 Shiny Moon Tokyo 因为疫情早在2020年8月就关门大吉了。这支影片呢，就是想来回忆一下我当时去美战餐厅玩的情景，也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。那就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2020年1月吧。这个餐厅呢，位在东京的麻布十番，也就是美少女战士故事的背景地点。餐厅不大，有点像是台湾早期歌舞秀场地的样子。餐厅整体的颜色呢，是用美战动画的代表色粉红色作为主色调，楼上还有一个小贩售区，会贩卖表演的相关周边。店里也提供了以美战为灵感的餐点，口味一如既往的普通，但是吃完饭后居然还直接送了一个新的美战餐盘，我当时是有开心到。吃饭的时候呢，会有演员演出美战的故事，简单来说就是战士们与晚礼服假面一起打倒敌人。而且近看舞台秀的演员们都超级美的，一改我之前总觉得美少女战士真人版有点尴尬的想法。这次的戏服呢，我觉得还原度也很高，穿在真人演员身上也很漂亮，算是达到了漫画跟实体画的平衡。而且现场看演员们的腿都超长超美的。表演完后，演员还会下台与观众打招呼，现场的气氛超嗨的，而且演员人都超级亲切的，大家都超敬业的堆满笑容跟观众们互动。那最后就来让我们看一下表演的片段吧。